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大圆女飞官出场。然后很开心今天可以扮成女飞官的，就是这个角色。然后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抽空来看我。对，我一直就是对就是飞行员一种很崇敬的感觉，因为我觉得他可以就是翱翔在天空，然后可以俯视大地啊，跟未来的海洋，就是以别于一般的行业可以做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很羡慕，也很崇拜他们。那你自己觉得要成为一个女飞官，他必须要拥有什么样的条件？我觉得除了要有智力以外，还要魅力，然后除了魅力以外呢，还要腕力。嗯，所以我今天准备了。这就是你今天的三力。对我刚才跟大家就是呼吁了一下三力，我现在也才知道大圆现在告诉我三力是智力、魅力跟腕力。那智力我跟魅力呢，我相信大圆大家都认同了。那腕力今天敢在于秉彦面前讲说你有腕力，小看我了。哦，我平常其实都有在练肌肉，都有在健身，因为要为了要保护自己，而且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升当为一位女飞官。对不对？没错。好啊，那今天我们就不如就让现场的来宾跟以我们的媒体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让我们来考验一下大圆所谓的三力是什么。三力其实刚才大圆有说到了，是我们的智力、腕力以及魅力。那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智力呢待会会由我们大圆提出三个问题来交由三位来答出来，那请看看你们有没有办法答出来。我先出第一题，就是请问汉密尔顿这个牌子是出自于哪一个国家？等一下，对，数一下一二三，这样比较公平，好不好？一二三，好，这位先生，美国，美国，答对了，答对了，恭喜你，这是第一题啊！来来来，那第二题呢？第二题，请问，汉密尔顿这牌子是在第几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汉密尔顿为了美国军方所特别制作专属的表款？好，一。二三，好，这位先生，第二次是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不对呢？答对了，耶！恭喜。方式是什么？不晓得，不晓得，你会全力以赴吗？不会。我想说，如果不会，那我们还比什么？没关系，来来来，说不定我们大圆也不是省油的灯。一、二、三。我们刚才有计时吗？刚才先生，我们朝这边看一下。先生，刚才你在智力部分已经输了，现在腕力你还输不了。因为我觉得他很体贴，他应该是有让我的嫌疑，我觉得很感动。好吧，谢谢，真的好吧，谢谢。